然后刚刚报幕员，报幕的叫什么？叫谁来？他是谁来着？小岳岳。小岳岳啊，给我比人气啊！他现在下去了，我可以问一问，有人认识我吗？但可能有人认识我，也有人不认识我。那上台来呢，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对啊，我呢叫秦霄贤，相声界的小学生了，谢谢。听，那我叫岳云鹏，专业敲托。他好这个，他好。